各位又到星期二晚的夺命捞鬆了，那就大家都等得很心急，因为 Opry 一个新的这个 online 的 studio 呢就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克服这样。那希望大家首先讲声对不住先，希望大家就多多包涵。那因为这个好的东西总是要艰难一点才得到的这样。是吧，兜一兜兜一兜先这样。容易得到的东西就 不珍惜啊。咁大家終於知道，而家香港咧就和平集會嘅權利咧，以前就大家有遊行咧就都諗下去唔去先，咁啊而家終於和平集會嘅權利咧就告終啦。咁啊十一案，咁啊 Anthony 你好似有去聽係嘛今日？今朝早我聽啦，嗱主要就其實係想即係見下毛哥啊佢哋啊，即係因為好耐都未見過面咁樣樣，咁真係唔知幾時再見面啦。咁希望即係我都即系希望争取每一次机会啦，就系、是、见一见佢哋。我嗰阵时都讲过，即系由阿明结婚嗰日开始，我已经讲嘅。嗰次嘅佢结婚嗰次，佢请我去，咁啊虽然唔系去饮啦，系嘛，即系都系叫做系出席佢仪式啦。我都话嗰次系最后一次咁齐人嘅啦。其实嗰阵时有戴耀廷，有三子，有晒泛民所有嘅人，系嘛，即系尹兆坚啊，四十七人里边好多都喺度。自从嗰次之后，其实你都尤其系旧年啦，系嘛，即系爆咗疫之后，又严限聚众啦，系嘛，即系都冇一啲咁嘅机会咧。其实大家系开开心心聚埋一齐。咁而家你见到就系话，大家可以见面嘅，即系都系喺法庭嘅场合啊，即系喺甚至乎喺犯人栏里边啊，见到即系昔日嘅即系做节目嘅拍档啊，系嘛，见到阿毛哥啊。見到啊，肥佬禮啊，見到啊，李卓仁啊，同埋啊，何秀蘭啦、啊。咁今日嚟講，我見到啊，何秀蘭就其實係個即係個外貌比較變得即係明顯嘅，即係你見到佢滿頭咧白髮嚟啦、嗯。反而我見到毛哥就係、是、剪短頭髮啦，精神咗啦，係嘛？咁好高興啦，咁佢亦都見到我啦，即係亦都有人即係社民嘅兄弟，即係俾咗張飛我入去啦，咁可以同佢見到面啦，咁樣樣。咁就阿 Figo 咁啊，今朝早亦都係即係可以同佢見到面啦，同埋阿吳文遠啊咁樣樣。咁就其實我諗佢其實佢哋個個都有心理準備㗎啦。其實你見到就呢兩日都好啊，其實即係最搶鏡嗰個就係 Figo 仔嚇。Figo 咧就好有幽默感嘅，係嘛？即係專登著嗰件咧就係叫 Avenger 嘅，即係件外套啊，就同大家講係嘛？即係我諗住坐五年㗎，五年之後就帶曬所有人翻嚟咁樣樣。即係呢個就開呢一個叫做咩啊？即係 Avenger 啊，即係叫做係復仇者聯盟。係啦，即係嗰個玩笑啦。咁你見到其實佢就好坦然嘅，其實就係、是。即系你见到即系呢个我上个礼拜我都同佢即系访问过佢啦，同佢做一日节目啦吓、啊。即系自从佢自己喺 D 一百里边即系退出咗之后，咁即系最后一次都有机会就系、是、同佢系长谈啦，系嘛？我觉得就系好有纪念价值嘅。咁呢两日见到冇乜嘢好讲噶啦，其实就但即系呢个我即系代佢同大家讲咯，即系其实就系、是、其实佢就唔想即系大家一涌而上去移民嘅，其实就系、是、咁啊。尤其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大印度就系其实旧，好似咩琴日啊嘛，就系、是、今日啊，即系阿刘荣康啊嘛。刘荣康即系其实佢写一封信都写好耐嘅，尤其喺入边嘅人就喺度话啦，即系其实个个谂住移民咧，就令到佢哋好不时微疑嘅。其实系咩？好啊。其实你觉得蔡展鹏单嘢咩料咧？我觉得。唔知系港府想喐佢，定系林，定系中联办想喐佢咧？咁如果你而家咁样睇嘅话咧，就似有鬼啦！真系似有外国势力？唔系边个？唔系究竟边个俾个 source 俾南华早报先？南华早报点解又会登先？因为你而家系去到去到李家超都想淡化啊嘛。系啊。林郑又不回应咯，系咯，林郑就好准嘅，林郑就，嗱，而家就睇下大家听唔听到我哋讲嘢先。Anthony 听唔听到听众嘅观众嘅回应啊？等先啊，等先，嗱，你嗰、那个你嗰个 link， 你而家系新嗰个 link 系咪？系啊系啊，你要 live 过睇下。
我暂时未见到。411个 watching 哦 ，OK， 而家925，但系就，咦？听唔听到啊？我听到啊，我听到你讲嘢。OK OK， 但系冇留言喎、冇留言喎、右边冇留言喎、听唔听到？听到就听到啦，但系见唔到留言，系咪 disable 咗啊？唔知道，我冇 disable 啊。因为出 event 嗰度可能 disable 咗先至见唔到留言嘅。咁啊，继续讲住先啊。系嘛？唔知得唔得喎？其实唔系得就一定得嘅，因为你而家条 link 又去紧噶嘛。嗱，因为其实你下面准唔准留言，下面都唔留唔到言喎，我而家见到系任何哦，等先嗱，我见到啦，见到有留言啦，好啦，我而家 refresh 咗之后就见到有留言啦，个个都话听到啦，太清楚啦，太好啦，系咪好唔好过上次先？我想问，系咁就呢个把握时间先啦，系啊，你瞓少咗个钟啊，大佬啊，咁啊，头先就我哋啱讲紧咧11案，咁啊，头先一开始我哋讲紧11案，咁咧使唔使 repeat 过一次啊？听咗前面嗰句九分钟嗰啲 OK 噶啦，咁样系 OK， 咁砌埋一齐咯。系啦，和平集会咧，其实而家都已经系变成咧系要坐监噶啦。所谓未经批准集结咧，嗰个法例本身咧，其实都系甚至系非法集结都好啦，佢都系因为你个集会系和平集会，咁佢而家咧就系将你之后嗰一年两年啊嗰啲嘅喺你发生嗰阵时喺十月或者六月四号都好啦。你之后所发之后所一连串去到2020蒙面法之后，官方激化恶化个矛盾所造成嘅嗰个暴力冲突咧，就全部归咎翻之前嘅呢个和平集会嗰度。咁所以摆明你问我呢个唔系咩犯法，就要拉呢个系政治迫害嚟嘅，绝对系。唔系，同埋你今次又系龙，今次又系胡亚文法官判啊嘛。嗱，因为嗱上次8/18已经系冇暴力事件出现噶啦，最后尾都咁，但系。你都要將個政治責任係要歸咎落去嗰啲組織者嗰度，係嘛？喂，咁你如果你今次係咪理論上啊，即係會判重啲啦？嗱，上次如果你話睇個 bottom line 嚟講咧，你就要睇下邊個咧，就係睇阿何秀蘭。何秀蘭嗰只佢以前係冇前科嘅，佢都8个月。咁而家嗱最大鑊嗰樣嘢咧，就係因為上次咧，譬如好似阿何俊仁啊，好似阿楊森啊呢啲咧。已经是没有案底，现在他那时候是缓刑的，现在缓刑之后你今次又判的话，其实你之前缓刑都好，其实你都一笔勾销，是吧？都要坐回，那所以最后尾你加埋可能是是啦，那现在你法官已经做了一个即时还押的决定，那已经可以告诉你了，我想其实他们自己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其实最后尾你就算你8/18你缓刑都好，其实你最后尾都避不到，那你最后尾都 add up 的，其实就是我想大家即是心里有数咯，是吧？即是尤其是嚟緊的六四，嚟緊的六四呢就是琴日或者不是今日01已经放风出来了，就是说就是说警方是会严厉執法的嘛。所有人尤其是泛民，如果你说哪个想去参选的话，那你如果你说出席得六四的，我不知道他怎样做，总之就是说你如果你是被捉到的，你在那边出现的，那就想选都没得选的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咯，你现在你找选不选到这个资格来恐吓人也没什么意思即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即是恐吓的筹码咯，其实是。所以我咪话咧，即系好多嘢大家视为理所当然。以往六四集会好，或者系呢个参选好，或者系呢个和平集会好，而家全部咧都会消失嘅。其实已经系咧不止于咩止暴制乱，呢个系嘥气。好多人仲生活喺梦中啊。其实系呢个绝对唔系止暴制乱，呢个系直情系将香港吞并嘅计划嚟嘅。其实系大家睇得好清楚嘅。而家点解咧？除咗呢11。当然我们也都希望如果他们能够入到去的话，即是被判坐监都好，我觉得大家对他们的关心，即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习惯了，其实因为我觉得是的、
我上一次我同阿 Gary 做节目，点解我即系突然间会感触起上嚟咧？就是、因为我知道可能系最后嗰几次嚟嘅。其实当时，因为已经准备二月上庭啦嘛，佢哋当时系农历年廿八啊嘛，嗰时系。咁所以我就系话咧，就因为我谂到可能系最后做节目，所以何俊仁亦都系啦。我觉得即系平时我哋做横看历史嗰阵时候就大家。很多時候一起吃飯啊，即是這些日子這些時光啊，當時來說是好像理所當然、嗯啊、做完節目去天后，因為我們一起回家的其實、啊啊、你他是住灣仔啦，你就他是啦那頭、啊、天后那頭是、啊、是所以我們就一起吃完飯就車回家、啊、這樣樣那時候就都覺得好像是即是 有個政治壓力，但是未去到說即是直情是要去坐監，甚至未經批准集結或者非法集結是坐夾埋 X up 啊！而家黃之峰夾埋係好多年，好好耐嘅坐，因為每一單呢啲本來係屬於罰款、口頭警告或者社會服務令係唔會監禁嘅，根本就唔會監禁嘅。而家就係將成個嗰個之後所有嘅而家即係馬後炮。就是將所有出現的以後的暴力事件歸咎於這些和平集會有關。其實上一次流水式集會已經是更加荒誕的，其實因為那次是民陣批准，警察批准了民陣集會不准遊行嘛、嗯、所以他們才走出來去承辦那個，因為其實就是維穩的功能，因為你大家那個憤怒幾十萬過百萬人逼在維園集會，你想想會有什麼後果，一定是爆發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嗯、所以我相信現在這個指示也是一個、就是、司法界我覺得無險可守的了，已經是所有這些判刑裡面我覺得個量刑起點、啊、全部由終審法院下指引，我覺得、嗯、就算你放裁判官覺得或者高院法官覺得有些良知放都好，去到上訴庭一樣照加監、mm. 上訴庭放去到終審法院照加，到你上訴到去終審法院已經坐完了，我告訴你真的，你現在看看批准這個盧建文旺角騷亂上訴，他已經出年出來了，已經坐完了、mm. 我想到審完之後盧建文都差不多坐完了，上訴到去終審法院，所以我就說香港現在的體制呢、嗯、Anthony 你覺不覺得他是有齊了大陸司法和香港普通法最撲街的東西、嗯、將兩者最劣質的東西集中在一起，一、嗯、普通法本來冗長的訴訟程序呢是為了保障那個被告的，其實、嗯、就是說譬如就算是黑社會投資也好，就算是一個揼邪骨的這個、紀律部隊高層也好，他的訴訟程序其實是保障那個被告的權利的、嗯、是就是等到政府不可以硬硬速戰速決，是每一步都容許他們呢去提出這個的上訴，然後排期去這個審理的時候也都是有一個的充足的準備、嗯、但是現在呢剛剛好調回轉，就是因為他要將這個司法武器化，將普通法的程序武器化，所以就將他的矛頭顛倒過來，由个程序去保护个被告，变成用个程序去折磨个被告。上一次四十七人案你睇到啦，系审到晕低，系啊，个官都唔叫停，系、嗯、嘛？喂，一路唔冇饮食，一路喺个庭里边，喂，大佬一个常识嚟噶，系嘛？所以我就话佢系将普通法里边嘅保护人权嗰一 part。將它變成踐踏人權，這個就很恐怖了，即是說你 hack 了進去美國的導彈系統，用美國導彈系統來射擊美國人嘛、嗯、即是你現在 hack 了進去香港的司法系統裡面，然後那個先進的司法系統就將它變成是拿來攻擊香港人、嗯、那這個這樣的奪射之後呢，香港所有在英治時代所 build up 的程序公正都會拿來對付香港人。唔系你而家你边度系惩治？即、就、系、是、你嗰个国安法嗰咩四条罪行咁简单啫？林郑月娥口口声声就系话你唔犯咗四条罪就乜事都冇，
你而家你睇翻杰斯案又好，系嘛？即系阿肥佬礼案又好，杰斯案最离谱。喂，佢嗰、那个就算你讲，你就算嗰个唔系法国安法啊？喂，大佬，即系其实佢嗰个保释条件啊，佢都用国安法嗰个标准嚟严限佢嘅，系嘛？呢、這个已经有个日出效应啦，已经系。系嘛？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即系，喂，已经等于系，喂，大佬猛鬼出笼，好似即系其实即系七月十四咁样样，系嘛？国安法就一条咁嘅条文，系嘛？即系其实佢唔净止，其实佢系限嗰四条，系嘛？佢系颠覆咗我哋所有嘅司法嘅常识，系嘛？同埋保护人权嘅一啲即系一啲保障啊嘛，其实系，即系你基本，即系你普通法入边嗰啲保障，而家就瓦解晒啊嘛，系嘛？佢唔系话瓦解添啊！佢系将佢 hack 咗入去佢自己个大陆法咧，佢嗰个审讯仲可以速战速决。佢非法行政拘留嗰阵时仲俾人嘈，因为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你人权即系你未定罪，唔可以拘留咁长嘅时间。所以你见到黄全璋啊嗰啲，佢系受压力嘅。喺七零一大抓捕之后，嗱大陆唔系诶，我觉得咁样讲，大陆都仲有啲恶劣啲嘅嘢，香港人都未试过嘅。大陆嗰仲有个 part。大陸嗰種惡劣咧，我哋仲未試過。嗱，第一就係話呢個阿鄭文傑試過啦，坐老虎凳嗰啲。第二就係無故失蹤。咁無故失蹤呢樣嘢咧，咁就係暫時我哋未試過啦。咁試過嗰個咧，就係十二人案裏邊翻嚟嗰個叫咩話？即係嗰個最後尾咪係話你見到好多警車保護佢嗰個叫咩名話？即係你見到即係你俾呢個咩精神科啊？李宇軒啊？系李宇轩咪试过咯，翻咗嚟都可以失踪嘅，系嘛？嗱，而家都未见过佢讲嘢噶，系啊，系啊，而家未见过佢讲嘢噶，系啊。咁即系你起码而家你起码就系我哋呢一 part 咧，即系仲未试到。咁但系就我觉得就好难讲噶啦。而家大陆嗰种维权嘅现象咧，即系其实而家我哋香港人咧，其实都命运与共噶啦。啊，即系呢一个好可悲嘅事实啦，就系、是、去到攬炒 moment， 去到攬炒大時代嘅時候咧，即係呢個就等於呢個 Pandora box 啊嘛。嗱，一係就唔攬炒，一攬炒嘅話咧，你就見佢推到盡，就同大陸一模一樣。嗰、那個慢慢就向一國咧，就其實係去演變緊啊。其實唔淨止啊，你有好多嘢做緊嘅，係嘛？我唔知道阿林鄭點解可以今日仲喺度口響響，仲喺度講。你見佢今日答嗰啲記者問題啦。就是尤其是答到这个肥佬禮案件啦，是吧？喂大佬，就是他自己主动讲的嘛，他自己主动讲就是说有很多外媒还在抹黑这个国安法，就在说呢国安法呢就会令到就是这个香港的金融就是这个金融中心不保啊，危害香港的金融地位啊，这样。那他自己又觉得他自己是讲反话嘛，讲另一套嘛，就是说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这样反而是更加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啊。然之后就话，即系唔会令到有啲人系利用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然之后危害国家安全啊嘛，系咪咁 Q 样讲都得噶？佢系冇噶啦，佢而家所有呢啲说辞咧，讲俾自己听啊，嘥气。你冻结黎智英案嗰个更加冇可能，佢一传媒长期亏损系由个大股东去借钱去营运嘅。我想问，David Webb 都提出，David Webb 讲咗噶啦，系啊，国安法。点样黎智英可以利用到嚟得益啊？系啊，我想问得到乜嘢利益啊？每年系咁蚀到台湾苹果日报都执埋啦，纸本嘅苹果日报都执埋啦，遣散三百几人啦，系嘛？我想问得到咩利益咧？完全而家基本上系打横嚟，你问我，佢根本上咧，当佢去到唔再理会外边嘅世界点睇佢，因为佢自己后边嘅老细都同西方喺度打大交嘛。到而家你睇拜登上场差唔多半年啦。美国究竟对于中国的关系是怎样呢？咁样，咦？点解又见唔到 Anthony 个样啊？而家听唔听到？Hello，Hello。咁啊 ，Anthony， 大家听唔听到 ？Anthony 就出咗状况，唔见咗佢个样，咁大家就听唔听到我讲嘢咧？咁啊，费事大家又再咁大镬，又要再嚟过啦，咁样，咁啊，等阿 Anthony 再 online 翻嚟先，
咁咧就被失踪咗之后，咁咧就而家我讲住先啦。咁样咁嗱，头先我哋提到咧，就系、是、我觉得啊，即系呢个香港而家嘅司法制度咧，已经系将普通法里边嘅保障人权嗰 part， 将佢调转攞嚟攻击人权，将佢武器化。咁而将佢武器化咗之后咧，结果咧对于香港人嗰、那个。所謂無罪推斷啊，所謂每一個程序確保個程序公正性嚟去確保嗰個權利咧，就係、是、變成咧係攞嚟對付翻嗰個嘅被告。咁亦都係出現咗一個叫做搬龍門嘅情況，就係、是、將嗰個喺2020年、2019年年底、2020年所有發生嘅嘢，就將佢歸咎於之前。咁你從個事發展嚟講咧，從一個好狹窄嘅角度嚟講，的而且確係有相關。但是如果你只要看闊一點你就看到，因為那個事態的發展是一路互相影響 escalate 的，很多時候那個再進一步激進化是因為跟那個蒙面法有關的，其實那就變成是這個大規模的街頭衝突。那現在呢就是那個政府控制的這個司法機構呢，就將個政治責任呢就是全部歸咎在這個的召集呢个和平集会嘅人身上，咁所以我就话过去大家视为理所当然嘅嘢咧，今时今日咧，其实已经咧系消失嘅啦。其实已经系咁。另外咧就系、是、最近咧，除咗呢个和平集会嘅权利消失之外咧，咁就系啱啱我睇呢个苹果日报嘅娱乐版，就系、是、香港嘅呢个演艺界啊，系收到啊呢、这个。嚟自啊国务院徐邪办嘅信件，诶，翻嚟啦，唉，又见面啦，唉，又见面，嗱，我就头先过三折，唉，哇，劲过阿律政司啦，真系，咁咧就笑咩嚟？我话律政司喺英国跌亲，跟住又翻北京食饺子，再翻嚟香港热厨房，再翻嚟热厨房，所以一波三折啫嘛，你唔好谂其他嘢啊。哦，一波三折啊！咪咁佢打针嗰阵时咪一波三折咯，咪佢咪咁又唔系一波三折怪物嚟嘅，好难啊！唉，嗱咁咧就翻嚟讲翻国务院徐邪办发俾香港电影界嘅呢个公开信，咁咧阿田启文就接受访问咧就话刚刚收到就掟出去俾大组睇咁样，咁有唔同工种都受影响嘅，包括导演、编剧、投资者、演员。咁呢封信係講乜嘢嘅咧？咁樣咁咧就係提醒香港業界，即係國務院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同埋中央防範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全港演藝界工作者及熱愛電影嘅市民嘅公開信啊，俾我哋㗎，我哋熱愛電影啊嘛，列明唔會容許一啲鼓吹暴力、鼓吹推翻政權嘅電影上映。咁嗱，究竟呢、這個？所謂鼓吹暴力、鼓吹推翻政權去到邊咧？咁樣，咁我覺得，假如以前啊，譚詠麟拍嗰套《假如我是真的》咧，都冇辦法上映嘅。而家佢係一個諷刺文革嗰陣時一個冒充高幹子弟嘅一個招搖撞騙嘅垃圾啊嘛。嗱，咁呢份嘢咧就係、是、唔單止係咩啊？唔單止係你大家以為黑暴啊！佢公開信裏邊講到就係我哋留意到一啲鼓吹暴力、鼓吹推翻政權同埋後邊啊美化異端邪説嘅影片喺香港出現，在一段人心脆弱嘅時間，呢類影片對社會嘅危害極為嚴重。所謂一念可成佛，也可成魔。嗱，咁即係話咧，香港你以為啊呢個嘅言論自由冇咗，傳媒自由冇咗，而家創作自由都結束啦。呢封信就好明顯啦，由國務院徐邪辦。我就唔明啦，第一點解由徐邪辦公室發出嘅咧？咁佢唔通當咗香港電影裏邊，我拍唔拍得殭屍片先？而家我想問一下，唔係我唔知啊。如果你話呢、這個又令我諗起啦，2002年阿梁朝偉有份拍嗰套《英雄》，又得唔得咧？係嘛？嗰、那個就係講驚蛾刺秦喎，係嘛？咁但係呢一個係古裝片嚟嘅喎，啊嗰種咁樣嘅即係當時嗰種咁樣嘅題材仲拍唔拍到咧？张艺谋拍噶嗰阵时系应该唔得啦。嗱，第一刺秦就系鼓吹推翻政权啦，系啊。第二就系鼓吹暴力啦，啊系嘛。第三就系呢啲咁嘅刺客个人崇拜嘅异端邪说啦，咪三仲要叫佢英雄、啊。
系啊，咪三样都中晒咯。系啊。嗱，跟住内信件内容提到，美国政府不让歌颂及美化阿尔盖达组织及邪教组织的电影在香港上映。日本、韩国政府也不会让歌颂美化奥姆真理教与新天地教会的电影在香港上映。嗱，我想问一下，第一，你所谓的邪教啦，你而家讲紧，我当你随邪办系讲紧邪教啦。我觉得就算纪录片《李大围城》都好。其实它是一套纪录片来的，它不是鼓吹某一种异端邪教，我想说是不是，很明显它是针对这些电影，根本是、是吗？那实际上如果它是随邪办公室的话，我就觉得它是讲邪教问题来的，甚至举了例子，奥姆真理教、这个、新天地教会这些，我觉得不是全部都是什么咯，全部都是属于邪教的嘅組織咯。我想問下，最近有冇發香港有拍過邪教電影咧？我真係完全冇留意喎，真係。哇，好少喎、啊，冇咁滯喎。香港不嬲都唔興邪教電影嘅、啊，唔係香港電影已經少噶啦、啊。香港電影已經非常之少噶啦，仲要邪教係嘛？即係你本身電影咁少嘅時候，你仲要走偏鋒，我就唔覺啦。推翻政权号召推翻政权的作品有咩？我真的不觉得，真系系嘛？推嗱，我想话推翻黑社会大佬政权就有。咁、呢、這个阿、杜琪峰的黑社会三集，我谂都唔得噶咯。如果系咁，冇啊，讲我有啊，系咪有暴力啦？系咪？即系其实讲真的，嗱，你话暴力嘅，你就已经系好多嘢都唔拍得噶啦。乜都唔使拍啦，如果鼓吹暴力嘅话就任你噏添啊！直情系，系啊，系嘛？根本上，我觉得呢个就唔系，佢系用除邪邪教除邪办嘅名义啊 ，in the name of 呢个除邪办或者咩异端邪说邪教组织，其实根本从来香港佢而家针对嘅其实系，我觉得系针对呢啲嘅政治性嘅纪录片。或者都不是政治性纪录片，是记录香港2019年发生的电影的纪录片、第二他最不高兴就是不断在国际拿奖，甚至参与这个国际的电影节、就变了间接他认为、就是宣扬，就是将这个中共置于道德低地，现在就是所以一棍剥下来就是全部剥了，他理得你 是不是纪录片都好，但是这个呢就变了间接什么呢，就令到我就係話，上一個禮拜我講過喺收回官地條例新收呢個新界祖堂地呢件事裏邊，而家香港進入一個叫做紅色江山、紅色基因、紅色資源嘅呢個官本位社會啦。係。咁好啦，如果你係 Anthony， 你想投資拍戲，就算我當你啦，你想拍一套電影叫一波三折，你究竟敢唔敢開咧？你就會問人啦。咁你問邊個咧？曾志偉啊，洪祖星啊，洪祖星就是呢個電影界的大佬啦，即係左派的銀刀的馬逢國啦，再不是就霍啟剛話我幫你問一下啦咁樣，咁大家咪入咗去呢種咁樣嘅官本位嘅社會啦，就算冇一個正式的宣傳部去批准你拍定唔拍，去審核劇本都好，慢慢演變出佢嗰隻手伸咗落嚟啦。佢会总会有吴思远就会话俾你听，诶、我识上边嘅宣传部嘅人嘅，系你哋唔想捉红线咧，就我帮你问一下啦咁。系红线呢样嘢咧，红线呢样嘢就算你问佢咧，我谂佢都答唔上嚟噶啦，佢就会好似啦，唔系佢就算即系唔系，其实佢唔会答，亦都佢冇本事答，因为佢呢啲嘢咧就切即系其实呢啲嘢就系铺铺清嘅，即系佢睇佢政治需要啫嘛，嗰期兴边科啫嘛，其实系。红线呢样嘢，你又问下郭树荫咯，系咪郭荫树咯？郭荫树救晒权威啦啩？你嗰阵时问啊嘛，你彭博问佢啊嘛，大佬喂，你嗰个国安法系咪港版国安法？你嗰啲红线系点样噶？其实系嘛，即系你点样先至唔违法啊？佢咁讲啊嘛，系嘛？红线呢样嘢咧，嗱，你最好唔好搞，你就最好唔好搞佢，系嘛？红线呢样嘢，佢自己搭唔上嚟啊嘛，系嘛？即系自己，你咪自己小心啲咯。系嘛？佢而家就系咁样讲咯，系嘛？你就算系林郑啊，佢今日都系一样嘅。咪啲人问佢：，喂，大佬，你六四啊，你犯唔犯法啊？系咪？如果你出席六四嘅话，佢竟然答咩强人所难、啊？大佬啊，系啊，有咩咁强人所难啊？
系咪？唔系，以前答过噶。呢、這个曾荫权喺呢个嘅立法会有 lie to take 嘅，你知唔知道啊？嗰条 lie to take 好清楚嘅，就系佢自己唔表态，但系会维护市民嘅集会自由嘅权利。呢、這个系官方香港特区政府嘅 lie to take 嚟嘅。如果唔系以前，点会警方每一年喺六四之前都同支联会商讨喺维园嘅集会嘅安排呢？是不是因为这个是官方容许的嘛。好了，现在突然间变成就是说，哎，我不会答你的，这样强人所难。什么叫强人所难？我想问。是不是我明白的，我明白的。其实强人所难这些呢，他这样讲呢，这个就叫 slip of the tongue。就是这些东西呢，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真的是这个真心话呢，林郑成日讲大话，但这一句一定是真心话。为什么呢？真是强人所难、啊、是吗？喂大佬，即是他自己答到你咩红线？他自己有话事权咩？是吗？他能够话事咩？喂，以前我林郑都算堕落㗎啦，其实。林郑啊，你以前呢喺梁振英时代嘅时候呢，都仲俾人叫做系呢一个咩，佢嗰阵时俾人哋叫做系呢一个即系奶妈嘛。是吗？尤其系嗰阵时呢，教育局局长啊，边个啊，即系个光头嗰个呢，吴德典啊。成日就俾人话佢条条揈啊嘛，又懒又剩啊嘛，成日去旅行啊嘛，成日去呢一个日本啊，系嘛睇人哋着嗰啲咩制服诱惑啊嘛，制服高中生系啊，讲明一个月睇30本书啊嘛，咁 Q 得闲啊嘛，系嘛我好记得噶，嗰阵时咪俾人话咯，系嘛呢条友条条揈嘅，系嘛下下要靠住个奶妈，靠阿林郑喺后面企住喺度帮佢搭嘢，喂而家林郑。你而家呢个昔日奶妈，而家已经即系退居，即系佢已经行埋一边啦。边个系佢奶妈？而家咪就系文汇大公系佢奶妈咯，系嘛？而家根本就立文汇大公话事，文汇大公话事即系乜嘢话事啊？咪即系中联办话事咯，咪即系共产党话事咯。其实系系啊，佢点能够搭咩红线啊？佢点能够搭咩红线啊？最后屘佢都冇话事权，所以我觉得强人所难呢四个字。一定是真心话，他成日讲大话，但这句一定是真心话。嗯，那就很简单咯，他连这句东西后面他都不敢给香港人知道嘛。我就说溥仪啊，他不可能告诉满洲国的人，喂屌我傀儡来的啫，我后面土肥圆然，现在这个 石团管义和这个板垣征四郎。三条友控制住我噶，唔系释解就系咁解咯。其实就系、是、呢、這个亦都系国情啊嘛，系嘛？喂，大佬，红线系咩嚟啫？系国家机密嚟噶嘛？系咪先？点能够佢话事咧？即系最后尾喺香港嚟讲，就系文汇大公话事。文汇大公都话唔到事嘅时候，一升级就系央视话事，或者人民日报话事，人民锐评啊话事，就系咁啊嘛。其实你以为你香港很简单，他无法可依的事咪就由国务院随邪办这封公开信来做咯。是啊，他无法可依的事，其实香港有法可依的、啊、香港是有电检条例的，对不住。是啊，香港是有电影检查的条例的，上不上映有电影分级制，有一套制度在这里。好了，他知道如果废除香港的电检条例将它收紧、啊、又要付出那个政治代价，西方可能再进一步制裁香港。嗯，是吗？於是包括要《蘋果日報》執笠，即時去取締，直情去大陸咁拉人封艇，又會咩觸發新一輪嘅制裁。於是佢而家個方法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奪射嘅方式，奪咗射，司法嘅程序攞嚟變成司法武器，對付一啲和平集會嘅召集人。然後跟住電影界亦都一樣，用一封咁嘅公開信，話咩市民民心脆弱啊！即是说叫你拍多些正能量的电影，拍多些歌颂党的电影，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好了，你作为投资者，第一这么多东西好投资，你现在还敢投资电影来做什么？如果正当人家就不会投资电影了、嗯、正当钱，正当钱不要说外资。哇，你随时一扑全部没晒、啊、大佬。喂，现在上戏啊，大佬 Marvel 啊，荷里活那套啊，梁朝伟做啊。都上不到、嗯、因为说他辱华，梁朝伟的形象。是啊，不是又说他即找个主角样衰嘛，是吧？即是这个不符合华人的审美标准嘛。大佬，那么多压啊，
坦白讲，如果坦白讲，佢可以封我哋个台，就话因为我哋其中一个节目主持人唔符合审美标准，咁咪死得咯。咪就系咯，原来你样衰，样衰自己冇自知之明，走去做主角，就等于系啦，大佬。仲话起咗个朵叫城寨疆图，咁仲唔死？你讲啫，唔系我讲啊，大佬啊，你陷害我啫，我多得你唔少啦。我讲紧我啫，唔符合呢个国家审美标准嗰个系我啫，个样个样又似呢个南亚裔，系咪？又冇呢、這个又冇呢个中国人嘅面貌嘅 feature 嘅特色，系咪？又唔靓仔。咁咪冚你咯，嗱你谂下嗰个佢话其中一个老理由系嗰个刘慕斯系嘛，嗰、那个男主角，韩星咁嘅样嘅，但系刘思慕好似系刘思慕，韩国人咁嘅样，唔系即系佢话佢咩系咪咩单眼皮啊？其实通常即系你话单眼皮嗰啲咧，就似、是、韩国人多啲嘅。其实嗱，精确嚟讲咧，其实应该似蒙古人，蒙古人比较多单眼皮嘅，其实系。喂，大佬啊，中国所谓嘅中国人，中国人系咩意思啊？在黃河流域的中國人的面貌的 feature 就是蒙古人樣，其實因為點解咧？因為經過成千幾年的同呢個北方遊牧民族嗰個大融和啊，喂，你而家翻我哋翻去東北睇下，唔好話就係東北啦，你去到華北，即係河北省嗰啲地方，你見到我哋呢啲樣，其實一睇就知係南方人樣噶，係完全唔同噶。嗯，係咪？第一佢哋膚色比較白，第二單眼皮，第二嗰個面骨比較闊、比較扁，咪就係蒙古人樣咯。嗯，其实韩国人都是蒙古人养的，是啊，是啊，这个正常的，因为当时整个游牧民族的融和就影响到一路向南移，这些混种的和所谓汉族和蒙古人混种的这个成分，如果你抽 DNA 化验应该就知道了，其实根本就不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反而我们南方这些还可能有机会是纯种的汉族人。所以他现在就觉得你其实基本上识乜春啊，你问我找个道理他不给那套戏上而已嘛。是吗？第二你要记住这个就是所谓寻租开始了 ,rent seeking 了。当有个人可以说问你上面，喂，我现在拍紧这套改编自这个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许鞍华说重拍这样。一你只可以找银刀投资。因为银刀他会知道这套戏得定不得。揾馬鳳國，好啦，如果唔係銀刀投資，好似以前咁樣，哇，三山五岳揾到食，九十年代香港電影個個投資嗰陣時候，好啦，你就唔敢噶啦而家，因為嗰個係一個高風險嘅投資，仲大過個買 Bitcoin， 因為你風險仲高過買 Bitcoin。你其實你去到而家咁樣啦，威權化嘅時代啦，你就要即係上面有人啊，你先至係可以摸到一樣嘢行唔行得通。是吧，究竟是即是过不过到关，即是你尤其是过审批的关，这个就要讲权力寻租了，是吧，即是这些东西你识人就好办事啦，这个就是。即是你讲什么红线啫，他讲就说红线。所以红线呢就是他来愚弄你那套来的。郭蔭樹讲的说话就是说不要以身试法啦，很简单的啫。一个正常理智的态度，我们怎样才能够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红线呢啲人问他，喂大佬，嗱，我幾乎你就總之你唔好理咩紅線啦，係嘛？但你唔可以掂嘅，就係咁啦。總之就叫你唔好掂啦，唔好叫你試探，唔好去測試啦。其實嗰個 phantom 嚟嘅 ，Anthony， 紅線係一個 phantom， 係一個鬼魂嚟嘅。鬼魂係咩咧？無處不在，處處都在。係啊，係捉唔到、摸唔到、睇唔到。嗱，呢個就係共產黨嘅所謂去管治嘅社會。如果你話佢要好似完全變成蘇聯模式。甚至是東德模式，他要過千萬的秘密警察，因為他十四億三千萬人口，按照東德的比例，他最少一億個秘密警察，得唔得咧？每十四個人有一個秘密警察，唔得。好啦，唔得的情況下邊，他就用翻傳統中國帝王術啦。傳統中國帝王術就是民自辱，係恐懼治國咯，係啊，恐懼恐怖治國。每隔十年就搞科场案考试啊，试题案啊，呢啲间唔中就嚟震慑下你咯吓。系啦，全部出过晒，求其揾个主考官出嚟制旗。江南贡院呢、這个南京贡院主考官，点解出条咁嘅题目？一出完之后震慑你，系咪？问中日关系1930年，而家咪成个历史考科收皮咯。好啦，第二文字狱跳出攞个放大镜。將會發生的，你問我發完這封信之後
一定会有电影是被指为鼓吹暴力。如果不是他怎样将个鬼魂鬼影鬼声给你见到呢？嗯，是吗？他要给你见到个鬼魂，他一定呢就有中间有一些的江湖术士啊，有些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奇门遁甲之事啊，告诉你那些鬼是这样的。你记不记得那些在条街那里搭讪呢，帮人驱鬼然后性侵那些案呢？他讲到很具体的、哦。他说那些鬼缠着你，是现在在你后面、啊、在你后脑那里啊，这样。那你纯粹靠幻想不得的嘛，所以我就说一定会有一套两套这些这样的叫做鼓吹暴力的电影制期拍紧未上映那些警匪片，小心了，我觉得。嗯。黑社会。警匪片一定有暴力的。即其实现在连警匪片都不拍得的，我觉得是。是吗？你有什么警匪片是没有暴力，没有暴力就不要拍警匪片了。是吗？即我不知道什么可以拍得。其实你今日开，即你今日是即来开斋就找这个反暴力了。是吗？即叫做推翻政权这些。但你今日被他画这条红线，你听日你怎知道画什么红线？我觉得很简单的。再下一步要想的是什么呢？电影会在 Netflix 上。Netflix 上、嗯、香港电影将会，我觉得要想这一步的了，拍摄的。那你不要上大银幕咯，即是其实你现在等于是玩死，你这样搞法你是玩死那些戏院的，其实你玩死红祖星啊，做院线那些人的，你问我。是啊。喂，我都说现在你看看日本韩国，你打开 Netflix 看看、嗯、韩国，哇大佬现在播个黑道律师刚播完了，喂大佬收视爆灯，真的。比起在韩国主流的电视台播的收视率差很远，是高很多。跟着现在日本另外裸体监督第二集就来上了、嗯。第一集在 Netflix 已经是爆了标了。是。那个投资的规模是大过日剧多多声、嗯。话题够轰动性，拍 AV, 是吧，拍到第二集。所以我就说，如果有志于拍电影的香港人，你要想到就是不要在院线上了。是。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就是叫完善电影界、啊、完善电影界制度。即这个不是政治，你说泛民，不是泛民、啊、其实。现在你是那些就算建制派，现在就算建制派自己都要扎脚嘛。是吧，一个二个扎到梁振英老母咁嘛。是吧，你现在田启文都要扎脚的，其实是。个个都要扎脚咯。唔系任你拣，阿 Anthony 唔扎脚就扎棍，系啊，是但一样，啊，是但一样啊，系啊，所以我就扎脚自阉啦吓，用文字狱嘅方式咪就系咁咯。乾隆咪杀几个嗰啲大学者，嗰啲夹硬老屈上纲上线话你作反思嘅，系嘛，咁咪跟住咪其他人咪收声。所以我话点解中国嘅知识分子去到晚清咁贫弱嘅原因系咩咧？嗯，就因为他的精神的脊梁已经被摧毁了嘛。没错啊，个个咪真系，咪个个自愿做奴隶咯，咪个个自愿做奴才咯。你奴隶咗咁耐，到时到后那个满清俾人嗱甲午战争打败，点解康有为有啲咁兴啊？功居常书当时，甲午战争打败之后，嗯、当时嘅清朝嘅国民系冇反应嘅。系甲午战争系啊。李鸿章的事，北洋舰队的事，是老佛爷和李鸿章和日本人作战，关我们什么事呢、嗯、这个是经过孙中山宣传革命这么多年才慢慢改变过来。现在香港人也一样，他是要将你政治这两个字在香港人的 DNA 里面用外科手术切除、啊、然之后政治就是纯粹是特区政府的特权，其实都不完全是特权的，系嘛？你见到喂，即系原来佢问佢自己份内事，佢都可以话强人所难嘅，系嘛？即系你根本上你所谓政治，边个可以界定政治咧？系嘛？你见到阿林郑喺度恐吓阿汪明荃，哦，你讲政治、哦，你政治化越嚟越政治化咁、哦、样样、哦，系嘛？政治而家唔系众人的事嚟噶啦。嗱、啊、，Anthony，、就是、我觉得呢个系有指导思想嘅，呢、這个唔系我哋两个喺度乱噏嘅。点解咧？铿锵集最近拍了一集，是讲完善选举制度，监制相当识做导演，全部访问建制派，全部访问建制派，
都唔俾上，以為諗住過到關就話李伯全最尾話，因為講政治唔俾上。嗯，鏗鏘集取而代之係揾呢個拍其他文化活動嗰啲拍咗另外一個文化題目咁啊算啦。即係話啦，見微知著。你睇你唔係話奶共得喎，而家係奶共唔到你奶，唔使你奶。總之你就係一個四肢發達。但是头脑不全的香港人，因为一个正常的人成长之后，你的 ego 成长之后，政治就是什么？政治就是你价值信念的一部分来的嘛。不是只是懂饮食，不是只是懂打机，不是只是懂在这里八卦的嘛。他现在就要将香港人呢调教到去什么呢？调教到一个地步，就是四体不勤，黑白不分。政治就是叫你分是非黑白嘛，其实是。当你唔呢样嘢，所以我话香港电台抽铿锵集呢一集咧系好有呢个指导思想作用，我觉得就系将成个香港，唔系净系阉割立法会，系将成个由彭定康1992年以嚟所发展出嚟一个文明管治嘅政治体制，将佢彻底铲除。电检条例都唔使啊，英殖时代嘅电检条例仲自由啲、开放啲啊。喂，大佬！咩暴力啊、南洋斜杠啊、呢个碧丽莎的情人啊，咩大迷信啊嗰阵时吓，系啊，大斜杠咩，即系桂志雄拍嗰啲啊，大佬斜到不得了。哇，桂志雄嗰啲先好玩啊，大佬啊，大佬嗰啲沟片始祖啊，仲有沟片啦、啊，讲人蛇啊嗰啲啦吓，仲有啊，以前拍咩啊，就算系拍呢个日本侵华都好啦，有套叫做《黑太阳731》。是那个贩卖暴力的情况、啊、是几咁严重、啊、你想想。他表面拍这个日本侵华、啊、拍哈尔滨细菌战、啊、但实际上就是拍到那些实验里面、啊、那些人体实验、啊、怎样冷冻的手然后一剥碎他的骨、啊、所以好心啦，所以好心啦，即是赵立坚那些这些人那时还在说即是 BNO、啊就喺即系企图将呢一个英国企图就用 BNO 将香港人变做二等公民。喂，我觉得而家留喺香港个个都系二等公民喎、啊，而家系系嘛？边个唔系二等公民啊？衰过二等公民，我觉得系嘛？你而家你本身政治喺香港就唔系禁忌嚟噶，而家连港台都唔俾你讲，系嘛？由阿林郑自己带起呢个风潮先，喺度教训阿汪明荃，系嘛？越嚟越政治化喎、啊，你系嘛？正是你讲的，你的节目就去问人哋对选委嘅界别嘅睇法，嗰、那个选委界别嘅组成就系政治问题，选举法就系选举就系政治问题。人哋只不过将对个界别由60变咗30席，同埋冇咗直选委呢样嘢提出佢嘅意见，咁你就调翻转走去小人话人哋讲呢个政治，人哋话不满啫，如实咁讲，喂，60票变成30票，点会唔不满啊？原来不满就俾你解读为政治问题。政治化是吧，原来不比不满的。哇，恶成这样的。是吧，你现在看到喂讲政治都不比讲。你不是看看这个叫做洗太平地、啊、我觉得是直情是将香港洗太平地。去了英国那些，你现在看到去了英国那些。你 BNO 那些现在已经可以投票了。可以投票了，郑文杰、啊、去了几年、啊。是吧，他刚刚先说尽公民的责任去投票。投票选乜嘢？喂，咪就系选议员大佬啊！咩二等公民？你估你香港攞 BNO 过去申请5+1，你只要俾30,000多买人哋 NHS model 嘅保险、啊、，National Health System 嘅保险，即刻有公共医疗啊！系啊，照顾埋你呢样添啊！人哋咩叫二等公民？系啊，我想问下，你而家喺香港，你作为一个普通，就算二等都系公民啦、啊。香港有公民的嗎？是啊，你敢去公立医院咧？个资源已经去到咁嘅地步，点解唔开第三间呢个教学医院？新加坡请咗沈祖尧去开第三间教学医院，点解唔开？因为个资源摆咗喺深圳嘅广大医院同中大医院啊嘛，扑你个街！大家记唔记得啊？喺佢心目中呢个咪第三间教学医院咯？卢宠茂嗰啲咪上晒去咯？纳税人花咁多钱栽培呢啲咁嘅医生，最终咪自己上去揾真银咯？系咪？点解沈祖尧呢啲人要走啫？系咪？点解话要输入医生啱啱过啦？嗰条法例准备应该过咗行会，我未过立法会系咪？应该我唔知过立法会未啦。
明明明明，但系都冇噶啦，你救唔到噶啦，其实。不过佢咪揾阿咩罗永聪嚟整色整水咯，喺度做一个叫做公关啊，帮佢做呢啲咁样嘅即时游说，使乜游说啫？其实唔使游说噶，有红线。嗱，呢个叫做咩咧？阿 Anthony， 你提开系啱啦。呢个而家就 create 咗一个新嘅现象，叫做罗永聪公关现象。正正就系咧，政府太过扑街，太多扑街嘢喺幕后，根本系一个傀儡政府。于是就揾一啲嘅。所謂在市面上面沒那麼左或者形象相對比較溫和中立的政治人物出來，羅永聰我視他為一個政治人物，然後幫華大基因漂白 sell 這個、政府開放海外醫生法例，這位仁兄我認識他的，賺錢其實有底線，我告訴你，是我只是一句，其他的事我不再說，賺錢是有底線，是不是你去做这些东西是有底线的，其实。你拿着曾俊华以前政治助理的名义在选举里面被林郑月娥赞一两句，然后飘飘然跟着找真银都无所谓，我觉得人各有志。但在香港有这么危难的时间里面，你所谓的公关技巧公关天才是用于帮这个政权去推销一些，或者帮一些根本不够班的检测公司去做包装、那你自己想清楚你自己做的什么、是吧，大把钱找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社会越撕裂这些人找钱的机会多的是、大把，我告诉你，找到你盆满钵满再肥一点都可以，我告诉你，肥到穿不到袜都可以，因为政权很多东西它是事后才出来 sell，哇，大佬，林鄭月娥一睇自己呢個選舉面面觀得 0.06% 收視，其實真係得幾百人睇啫喎。係啊，所以阿屈永觀啦，屈永賢咪寫咗篇文話佢清零成功，就係將香港電台嘅收視清零，連涼粉都出嚟串佢喎，真係。嗯，係咪？連涼粉都出嚟串佢喎，所以你可想而知就係話呢個。去政治化呢一樣嘢，我覺得已經寫在牆上。佢兩種方法，一禁嘅就禁，第二種方法就係霸咗你啲位，霸咗你啲 airtime， 霸咗你啲位。係啊，係啊。官媒就係霸咗啲位啦。宣傳政治唔使你宣傳，有黨媒。嗯。你官媒只要不斷宣傳正能量，不斷宣傳呢、這個。建国百你建党百年呢啲咁样嘅嘢得啦，正面宣传嘅嘢系啊，讨论你咁而家咪搵咩世纪长征啊嘛，系咪世纪长征啊嗱，系咪你世纪长征？你嗰你啱啱你自己宣布话，即系你要拍呢个世纪长征，喂，过几礼拜啫，系咪呢个长征火箭就即刻即系你就即刻落地啦，真系几唔老礼啊！你话？冇辦法嘅，我覺得，因為呢個世紀長征火箭落地，佢全部咧裏邊嘅嘢咧，其實都係一個單方面嘅宣傳，扭曲成為一種民族主義嘅宣傳啊嘛。嗯。咁所以民族主義係兩面劍嚟嘅，民族主義係容不下絲毫嘅錯誤噶嘛。係。嗱，美國就唔會噶嘛，錯咗咪錯咗咯，係咪先？Donald Trump 同拜登打完啦，跟住大家咪處理咗個問題，咁咪完咯。嗯，但系民族主义嘅政权系容不下错误噶嘛，佢会为咗个面子而不惜代价噶嘛，呢个先至系佢最大嘅危险嚟嘅，其实系民族主义政权啊。你最好笑系咩咧？仲有一单啊，又系即系一不离二啊，就系删咗呢个驻台北嘅经贸办啊。系。他又是說不到事的，你問我這件事是哦，這個當然啦，這個當然啦，有強人所難的，你問他又是，只要你現在你有什麼不是強人所難，你有權嗎？說真的，即是你學誰說齋，學這個即是華爾街日報是吧，走去串 Q 陳茂波說齋，喂，面對現實啦，面對現實啦，你猜真正話事那個是習近平的嘛，你猜你嗎？是人都知道習近平是話事，但現在他說的事是事无大小的事他都要话事嘛，是不是搞到你已经 nothing more than 一个纯粹一个公关嘛，
同公关冇分别嘅。喂，呢个系事实嚟嘅喎，你睇因为文革55年啊嘛，咁我就516通知就上前两日发表，咁我睇翻晒文革啲资料。你知唔知啊？1959年大跃进失败，毛泽东话退居第二线嗰阵时，其实事务大小都要请示毛泽东嘅。即使话国家主席俾咗刘少奇，但实际上掌权嗰系佢。包括嗱呢个中共官方嘅公开嘅资料嚟噶，包括大陆嘅美术学院喺素描科里边可唔可以用裸体模特儿，都系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噶噃。系，即系话睇裸体模特儿可能系本来佢个人嘅私人特权嚟嘅。啊！而家竟然俾美術學院嘅老師同學生都可以見到裸體模特兒，咁得唔得咧？所以就請示佢老人家啦，係由佢去批准嘅。其實係係啊，所以你話事無大小，你問我，習近平點會管到咁多呢啲嘢？對唔住，錯，佢一定係事無大小都管嘅，因為呢個權力暴發户係必然嘅，其實係就會不斷將呢個佢個權力一路伸延落去。所以你将来香港会有很多这些所谓的罗永聪之类的公关公司，再加上一些搭上了红色官僚系统的公关公司，去帮大家去找红线何在。你问林郑问十次都是强人所难的了。你再问他为什么台北山经贸办他都讲不到给你听的了。是啊。是吗？台湾那边说根本自从那个经贸办主管到期之后，特区政府呢边就冇提出过人选，亦都冇申请过签证。咁你话呢个边个决定咧？我想问，系嘛？唔通香港政府？你问公务员事务局长，好简单嘅啫。佢跟程序办事，呢个位出缺，咁佢跟住咪会 nominate 一个人去升去嗰个做嗰个位咯？程序就系咁嘅啫嘛。咁你一定系有一个程序以外嘅介入，佢先至去 stop 呢个程序噶嘛？咁个程序以外介入嘅，而家咪就系共产党咯？我就话系啊。所以你去到电影唔拍得，我想问吴思远、洪祖星呢啲蓝丝嚟嘅噃，系嘛？好多人话喂，打击黑暴，黑暴，黑暴已经走得嘅走，用大陆嘅讲法啊，拉得嘅拉噶咯。系嘛？跟住你睇下，除咗呢啲之外，而家收地收祖堂地，乡绅嚟嘅，721嘅呢个参与者嚟嘅，系啊，为保乡为族出钱出力嘅。所以我话当一个官本位，一个权力重组，而家香港系好多人以为就系打击黑暴，就系针对外国势力泛民，佢睇唔到个 game plan 喺中共嚟讲。就是一个全新的利益和这个权力重组的过程。而泛民从来都不在权力核心里面。大家看不看得明白呢？各位蓝丝、浅蓝的朋友，李柱铭、陈方安生好，到这个枢机主教好，哪一个人在权力核心里面呢？没有嘛。在外面曹弊的嘛，其实是。所以权力重组关他们什么事呢？我想说。好啦，你而家见到啦，第一开始喐，上个礼拜就喐呢个叫做咩啊？老旧土库曼啊，废土库曼，系啦，黄定光、梁志祥、蒋元秋、这个刘业强、张宇仁啦，五大废人啦，终于 name 咗，叫做老旧土库曼，跟住就开始。土改了，用官地收回条例去收回发展商囤积的农地和甚至是祖堂地。好了，跟着现在到电影界了，我想问由乡议局到老旧土库曼到洪祖星、马逢国，我想问哪一个是黄丝来的？是吗？关镇压黄丝什么事啊？我想问。好大镬噶！你而家整顿噶，你系人人有份噶。你估电影界系嘛？你而家你就算你做嗰啲乜嘢护旗手啊，你而家你咪一样，其实冇分别噶。其实你阿王晶啊，王晶你够奶共啦啩？你而家你想做咧，你想拍赌神啊，你都唔得啦，我估系嘛？赌神可以冇暴力嘅咩？有冇啊？你睇下你以前拍嘅赌神有冇暴力啊？有嗱，我即刻编个剧本俾你。新的赌神是什么呢？
其实他是因为参与了这个那个软件叫做强国学习强国软件，就令到他的赌术不断提升。对。那也都因为赌神有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是什么呢？就是每当他去偷鸡，在华士啤偷鸡里面的时候，他只要背中这个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咁就得啦。咁就如有神助啦。四个自信，就两个维护，就四即系咩四个自信，四个维护，四个维护。即系唔好，大家唔好当做叻啊！唔系叻紧啊！而家佢 repeat 紧啊，自己喺度。啊！就系话啦，你只要改个剧本咪得咯。赌神战无不胜，唔系靠特异功能，唔系靠出牌。系嘛？唔系靠偷鸡，系靠背诵习近平思想。系。哇！咁你唔成沟片呢套掂紧，我觉得。嗯。就系因为有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赌神面对呢个美国拉斯维加斯赌王，再加呢个印度赌王、澳洲赌王同埋日本赌王，呢、这个印太联盟赌王嚟去挑战中国赌神，系嘛？结果赌神喺最后尾。唔使咩大军啊，乜嘢特异功能都唔使，靠背诵四个自信打败呢四大印太赌王，然后跟住令到佢哋全部痛哭流涕，向住赌神跪低，然后话我错啦，阿黄师傅我错啦，好似石坚以前呢、这个最后尾喺呢个黄飞鸿里边嘅嗰个场面一样，痛哭流涕，侧住头咁样同黄师傅讲我错啦，我错啦，师傅，咁咪得咯，即批你问我。是吧？但是这套电影，我相信去到沟片的地步，连大陆人都不会看咯。是啊，跟大陆一样，做咩看你港产片啊？咁简单啫嘛。我想乜睇你黄百鸣啊？我想乜睇你阿黄晶啊？根本冇分别。最后咧，你估你自己系啊？仲有再重拍《人肉叉烧包》都得，我觉得黄秋生就拍不到噶啦，翻唔到嚟噶啦，找第二个拍。找个叫做江门黄秋生拍，容乜易啫？全中国都找到嘅呢啲。好啦，揾个江门黄秋生翻嚟就系咩啊？佢一路斩人，一路做叉烧包嗰阵时候，一路背诵四个自信，结果觉悟自首啊！啊！自己揾呢个公安唔得喎！如果你揾一个汤人肉叉烧包嘅喺度背人肉背呢一个四个自信，呢个就等于辱华喎，咁唔得喎。咁好啦，嗱，你隔一隔。因为剛才准备时间不足，即时再创作个第二场戏。他做完人肉叉烧包之后，准备拿出去蒸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这个中央电视台播出习近平在广西血战双方的讲话，双方血战的讲话。在这段讲话里面讲到解放军怎样血肉模糊地牺牲，跟着他望一望自己的堆叉烧包，在这个国五在这个期间想起双方血战而得到这个国五。放下屠刀，放下屠刀，然后攞住嗰盘叉烧包向澳门司警自首，系啦。咁然后司警问佢最后尾嗰幕，影住呢个江门黄秋生，佢就话：因为我睇完湘江血战嘅讲话，我觉得革命先烈嘅牺牲，嗰啲血肉先至有价值。呢啲叉烧包嘅血肉系冇价值嘅，所以我决定咧就系自首啦，咁样。得唔得啊？呢个剧本啊，你可以试下嘅。拍过噶，以前拍过嘅《关公大战外星人》咧，系都得噶，系咪？而家可以再拍噶喎。你拍到佢沟片，沟到一个地步，最终关公点解打赢外星人咧？又系靠背诵四个自信。嗱，我讲真噶，你拍一套咁嘅电影，中间有五场戏，将我头先嗰五个剧本：人肉叉烧包啊，呢个嘅赌城赌神啊。这个的关公大战外星人最后结尾都是一样的。关公本来打到被外星人打到关刀都断了。是吧，倒在地中了，准备等死了，等外星人发射这个死光打死他了。就在这个时候想起两个维护，觉得还要维护习近平的思想。两个维护是什么？维护什么？维护这个党的权威咯。但你维护习近平的思想，就等于维护呢个党的权威咯，系咪？最后尾就系等于维护习近平就系啦。嗱咁嘅话咧，就我觉得最后尾佢醒起佢有个责任啊，关公要维护习近平，
於是佢唔死住，死住，用盡呢個最後嘅忍耐力，然後咧就係咧將佢自己嘅手斬咗出嚟，然後咧將嗰隻手掟向呢個外星人，結果用鐵甲飛拳打中外星人，人力鐵甲飛拳打中外星人，外星人爆炸，然後最終出現一個紅太陽升起，得唔得咧？喂，我覺得去到世界層面，直情係奧斯卡嘅 level 喎。如果你直情可以做教育電視添啦，如果咁樣嘅話，唔係啊，呢啲叫做柒到盡頭就是型啊嘛。係啊，我根據你徐邪辦嘅要求，根據你紅色基因、紅色資源、紅色江山三大概念嘅要求，用紅色資源拍出一套咁嘅溝片，進軍全世界都得，我覺得。你只要認真去拍就得啦，真係噶，我覺得認真去拍，唔需要怕甩流嘅，因為呢個就係創造咗一種香港全新嘅港政治嘅風格。嗯，係嘛？即係嗰種我哋以前讀戲劇理論，咪有套有啲叫做咩等待果陀啊嗰啲呢個嗰啲荒謬劇啊嗰啲嘅嘛。係喺戲劇裏邊有噶，舞台劇裏邊有噶嘛。嗯，咪而家咪将荒谬剧搬上去香港电影啫嘛，越嚟越荒谬。系、哎，仲有嗰啲咩拍重拍伊波拉病毒都得噶。原来美军参加武汉，又系黄秋生，系啊，又系黄秋生，揾邱礼图咯，邱礼图掂噶，我觉得拍呢啲嘢系啊，最后尾改改个剧本，揾徐克执一执就得噶啦。横掂徐克都系已经废咗武功嘅废脑啦，系嘛？咪點樣美軍參加武漢奧運會？點樣將病毒運入武漢？嗯，話你唔點，我話所謂雙背靠大灣區，雙機處處就咁啊！最緊要食腦，識得轉博，利用香港嘅危難揾水，咁啊掂啦！咁啊嗱，繼續唔好墮啊，再墮落去，我哋真係益咗人啊！真係講下呢個邪骨風、啊、邪骨風暴先，又有新發展。我 O 記總警司出嚟講嘢咯喎，而家係。我嗱呢个真系觉得好奇怪啦。嗱，首先嗱，佢而家讲湾仔一间啊嘛，喂，其实都好近啫，因为你警总就喺呢一个金钟啊嘛，行过两步去洛克道，系咪应该洛克道定搵边度啊？即系我如果湾仔唔系，湾仔就系富士噶咯，铜锣湾系嘛？唔系啊嘛？阿蔡警司走去富士，走去拍门系嘛？咁富士咩嚟噶？苹果嚟噶？富士大厦，大佬真系，我唔知嘅呢啲嘢，唉。啊，喂，大佬啊，喂，昌昌，好多人惊喎，系嘛？话你成日陪朋友，陪朋友去嘅又系。屌佢只揾我过桥啫，屌条友，每个都系唔知点解，每个都系陪朋友去。系啊，喂，咁真系好近喎，系嘛？喂，大佬啊！即系你，如果你沽嫖读到，你上个礼拜两讲沽嫖读到啫，话即系喂，咁你沽嫖读到，你都唔想人知啊嘛，系嘛？点会即系去到湾仔？喂，大佬，你真系连车钱都悭翻，系嘛？喂，你好容易撞到人噶、哦，其实系嘛？喂，你就算扫黄啊，都近警总啊，大佬，你点会咁冇？即系点会咁冇咁样嘅即系警觉之心嘅咧？其实系呢、這个，我觉得系疑点之一嚟。嗯，识途老马咧，如果佢系。咁你识途老马，你都好，即系你都知道避忌啊嘛，大佬啊，你嗰个地方，即系你等于，即系你见到，即系你大陆做鸡嗰啲都系嘅，其实系，你都唔会喺你自己嘅城市里边做翻噶嘛，你会撞到熟人噶嘛，系咪啊？甚至乎你可能日本拍 A V 都系噶，佢都系由乡下地方去大城市拍噶啫嘛，咪就系咯，咪但系其实都冇用噶，我真系唔明噶，其实系。即系你就算你乡下地方，喂，你都会上网噶嘛？你点样乡下佬都会上网噶嘛？系咪？喂，难道你即系你喺你喺九州，你条理农务嘅，你就唔会上网睇 A V 咩？我唔信、啊，系嘛？系嘛？喂，真系不食人间烟火，系咪？咁但系你拍 A V 又冇得讲嘅。A V 呢一笔唔好讲住，讲翻呢个钱不长先。啊！就系而家佢话冇涉色情服务喎、啊，系啊，咁我就唔明佢点解，系咪调查员咧？佢点样调查？佢点样调查？唔系好简单啫，安排啲女着草啊，嗰、那个 keeper 导游走佬啊，做晒先。哦、啊，所以我话咧、啊，
你留意一下對比鄧炳強上個禮拜記者會，鄧炳強是沒有承認、沒有否認、是不回應，有沒有色情風？是，因為其實你避不到乜，因為首先嗱成件事你見到主旋律，由李家超，其實最早就是鄧炳強啦，之後就是李家超啦、林鄭啦，呢些人個個都是即係唔敢講嘅，係嘛？甚至乎幫佢講説話嘅。即是你看到上个礼拜邓炳强的 wording 就很有指标性了。他就说嘛，一宗警务人员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嘛。你那个是普通警务人员吗？啊，你是国安警长你是普通警务人员吗？什么指控权力大过你，大过你邓炳强啊，他权力。什么叫指控啫？喂，你现在你看到你这个南华早报讲你帮衬这个没有牌照的这个按摩场所嘛，是吧？什么指控？事实就是这样写，指控人家都没有说你是叫鸡定还是是揼斜骨啊，纯粹就是说你光顾而已，你光顾这一部分你有没有否认啊，是吧？你现在你就是说他没有去到去叫鸡，是吧？没有涉及这些 不当服务，但是喂，这件事他是有提供这些，喂，他又是给佢系俾雞你叫嘅，你上到去唔叫雞咁純情，係嘛？咁你去做乜咧？點解你有牌嗰啲唔幫襯？你有牌嗰啲唔幫襯？去研讀呢個四個自信得唔得先？喺嗰度召開習近平思想學習小組得唔得先？我唔明點解真係點解去斜骨牆一定係揼斜骨咧？係啊，揾個靜靜啲嘅讀地方讀書得唔得啊？而家？喂，大佬啊，系你得，但你唔会招人话病噶嘛，系嘛？喂，大佬，我哋冇个，啊，咪住，我哋啲听众点解咁熟噶？喂，屌，个个都知道富士喺边嘅。唉，你扮纯情啫。哇，真系，唉，真系落后啊！真系，哇，啲听众话富士要成千蚊咁贵噶，原来。我唔知啊。唔系嗱，其实冇人话佢揼斜骨，第一。是啊，只是说是无牌按摩中心，你自己身有屎嘛，在这里说什么指控啫，是吗？是啦，没人指控，只是说他在无牌按摩中心查牌的时候遇上。是啊，跟住又是你自己停他职的，哪个可以停他职啫？是警队可以停他职的嘛？是南华早报可以停他职的吗？如果你身有屎，如果你身无屎的，你停什么职啫在这里？同埋你身无屎，你上个礼拜邓炳强已经出来讲不涉色情服务啦，有几难啊？咪就是咯。过几年停佢职噶咯喎，如果你咁样停佢职，发生嘅事系啊，咁你咪即系滥佢职，佢咪好冤枉咯？其实咪，喂，我就系话冤案啦，我赞成一定有彻查富士大厦，唔系系咪富士啫？其实我唔知啊，大佬你湾仔你有边，你有边啲啫？系嘛？喺潭神道，富士系咪喺潭神道啊？佢话喺潭神道噶喎。唔系，应该唔系，应该系，应该唔系，应该唔知啊。潭神道唔知啊。零一报道话喺潭神道噶。是吗？是啊。咁啊，你睇下有冇啲人喺个网嗰度讲啦，有冇啲人系即系听众问啊？曹总点解咁激动？咁我谂就系你见到佢有得食饭去富士，我谂大家都好妒忌嘅，其实。啊。嗱，乜喂大佬？潭神道哦，有埋名咯 ，V S 八，系嘛？喂，原来系141里边有卖广告噶噃。啊 ，VS 八讲噶，嗱，我唔系我讲噶，唔系无中生有啊，零一读噶，我而家读噶咋 ，VS 八系嘛，系咪粤式按摩先？越南，Vietnam 喎，系啊 ，Wax 八喺潭神道圣意大厦，圣意喂呢啲嘅，喂系咪私斗嚟噶？其实讲真，啊唔系啊，你嘅141嘅话，你都唔系私斗啊，系咪先？是 VX 包喎，越南菜喎，系啊，越南菜啊，越南水疗啊，食粤菜咯，系啊，你识食喎真系，你上面食完之后，下面仲有一间嘢食锅贴大王添嘅，系咪一条龙服务？系啊，我见到啊，而家睇 Google Map 嗰度见到啊，系咪仲可以搭电车走人添啊？嗱，我就话揾到个墙就知噶啦。我话边个爆料俾个墙出嚟，亦都好毒。系点解咧？究竟正骨墙、邪骨墙，香港骨精强多的是。一间骨墙正邪之分，如何一墙两制？
香港的骨精强也懂得去分。那究竟这个叫做 Viet Spa 吃粤菜的地方究竟是不是正骨场呢？好了，如果是一个有鸡叫的地方，甚至是141卖广告的地方，141卖的广告即是有鸡叫啦。不是啦大佬啊。你正骨场不会在那卖广告的嘛，而招人话病的嘛大佬啊，真是这样。你贪他的乜嘢啊？一四一你要帮衬嗰啲写手噶，嗰啲建制群组啊，喺里边啊讲到，你知唔知讲到阿蔡 Sir 几惨啊？啊，嗰啲蓝精灵啊，生蛇啊嘛，系嘛？系生蛇生到上眼，生到上眼好痛噶，我谂。我初初以为生蛇净系喺背脊，原来唔系。系咯，生蛇生到上眼，生到上眼之后，仲要咩啊？日日为咗黑暴忧心忡忡，精神压力大到不得了。於是佢就咩咧？竟然就係唔想犧牲自己 OT 時間，條腰骨好痛。嗱，我唔明白生蛇同腰骨痛有咩關係？你唔係而家你唔係搞腰骨喎，你而家搞下面軟骨喎，嗰條嗰條唔係骨嚟嘅，所你真係細個海綿體嚟嘅喎，讀敗喎，讀得唔好啊，真係。嗰條海綿體嚟嘅喎，你諗下。如果你是腰骨痛，你又何尝要去呢个揾越南女技师？唔系，你眼痛啫，眼痛啫嘛。好啦，你而家话佢因为唔想牺牲 OT 时间，所以就唔用工。哦，系啦，外国势力而家就终于揭晓啦，终于明白啦。原来就系越南按摩，越式按摩，系嘛？下面仲有一间食窝贴大王嘅。是吧，有听众就话，其实生蛇同劏下蛇都系差唔多啫，咁样生咗蛇就要去劏下蛇，呢啲咁嘅立心不良，勾结外国势力，污蔑我哋嘅国安执法中坚力量。死啦，大佬啊！四月搞到人冇得营业啊！喂，大佬啦，蔡 Sir 真系多得你唔少啊，大佬啊，真系系嘛？咁喂，咁究竟生蛇会唔会传染先？喂，连家木都有埋、啊，系嘛？嗱，按摩同埋手淫服务咧，8至9嚿水、啊。嗱，手淫服務有列出嚟嘅咩？系有，唔系我睇01咋，01独家嘛，01唔会有错啊，系咪先？唔会，一定爱国爱港啦，系咪先？我信阿于生，一定爱国。零一以前拥护习近平。零一以前追阿边个嘅？系嘛？阿铜锣湾书店阿边个啊？阿嗰阵时咩啊嘛？又话佢即系李波。唔系啊，佢追佢呢啲嘢，林荣基啊嘛，又话林荣基包二奶，又话佢追到去嗰啲嘢嘅，系咪？喂，大佬。如果佢搞得林明基，佢搞蔡展鹏呢啲嘢唔会假啫，系嘛？系咪先？我信啦、啊，我觉得呢啲重要系国安噶、啊。喂，唔系 啊，我讲真的，去到咁敏感嘅案件、啊，就算你系除俾你嘅资料嘅来源嘅人，唔定只系警队嘅、啊，警队你都会觉得系互相倾轧、权斗、啊，一定系红色资源嚟嘅呢啲系。是啊、如果不是来自红色资源，你敢不敢报啊？我想问，今时今日风头火势，喂大佬钉你都似，系、咪？所以话一定系坚嘅。仲讲埋手淫服务几多钱啊？喂，唔系、啊，我哋 check room 系咪啲人帮衬过噶？又话包吹嘅，系嘛？我哋节目唔讲呢啲嘢嘅。我哋净系吹水嘅啫，冇其他嘢吹嘅，大家千祈唔好喺度留言。乜咁贵噶，大佬啊！嗱，大家千祈唔好喺度留言讲埋呢啲嘢。咪就系咯。好啦，嗱，跟住阿叶捞叶呢个问诶 lap 捞呢个问题先至 make sense。点解零一要加多两脚？系咪有内幕？南华早报系红色背景，马云系啊。香港零一亦都系红色背景，都系啦吓。系啊，呢啲一定唔系无中生有嗰啲组织嚟嘅，绝对唔系苹果无中生有，绝对唔系明报嗰啲假知识分子扮公信，亦都唔系呢个立场新闻亲黑暴力立场，乜都唔系，而系两大红色传媒，一个就爆佢出嚟停职调查，一个爆佢出嚟食饭时间食越南菜，咪就喺141卖广告，卖咯，喂大佬。你真系我系嘛？见到即系大佬有晒地域喎，系嘛？最喂，即系你141个网原来咁方便噶，你好似 Open Rise 咁样样，倾落湾仔可以见到好多铺头噶，真系系嘛？即系阿蔡 Sir 唔净止
即是零一这些这样的报纸是吗党媒的地位这么的级数的我怎么可能不信是啊是啊是吗我对他的信任高过141。是吗即是141都可能会假这些一定不会做假我觉得。是啊是啊是啊。好啦所以欧记的这个光头警司就要出来解话就说他不涉色情服务了。真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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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当然这个越南技师就可能已经着了草了。墙可能冚了查不到的了其实。究竟当时我没开门啊真的惨了。他 上去这个斜骨墙揼正骨这个就简直是劲过赌神。是啊如果赌神最终是靠念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来打败这个印太的赌王呢我觉得直接这个国安处长这个坐怀不乱这个拍成一套电影宣扬国安法呢犀利我觉得。一想起国家委托这个国安任务上到去这个 Vets Bar 里面其实是刺探这个越南反华的消息。因为最近是听到有越南的杀手来了香港。越南亦都试过在反华里面是焚烧这个杨敏德的制衣厂。在越南、越南现在是整个东南亚南海问题里面一个对中共的一个 最大的障碍是越南还有又 抢了很多、就是、在大陆的一些工作机会呢有很多制造业、啊、那些即制衣厂、啊、抢了多少生意、啊、是吧不是还有是什么不是、啊、只是这个去中国化供应链的转移、啊、现在 Nike 转移去越南H&M 转移去越南是不是孟加拉 是越南亦都不是缅甸是因为缅甸出现军事政变之后去了缅甸那些流入越南我们身为国安处的处长去查越南一个中国在东盟里面的头号敌人会不会加入印太围堵中共有什么错阿 Sir 做事需不需要大家教啊现在是不是边个知道呢个越南技师表面系汤蛇，实际系间谍咧？嗯，系咪等于阿国产007一样？周星驰表面卖猪肉啫，但系佢系一个有特异功能嘅高手嚟嘅。系嗱，我觉得咁样拗咧，下一步由文汇大公出嚟讲咧，大家绝对接受，冇人反对。复职之余，仲要平反，要炒邓炳强先？你问我系邓炳强俾佢穿小鞋啊？而家嗯。是不是人哋深入敌阵去一个斜骨墙去冒住自己名誉受损的危险去刺探中越关系恶化越南杀手混入香港。喂大家以前有戏睇过个许鞍华拍胡越的故事咪越南杀手嚟香港的周润发。嗯。是不是越籍杀手曾经横行香港的呢个所以你唔好话蔡处长系乱噏啊系。最多亂噏都是我哋两个亂噏嘅啫，蔡处长绝对唔会亂噏。呢个咁样嘅爱国爱港嘅样板，而家俾党媒、俾红色资源咁样对待，大家公唔公道先？你话，嗯，系咪？啊，有听众讲得啱啊，康0101佢话越南喺满清嗰阵时已经反中噶啦，事实上系啊，嗯，系啊，仲要废咗呢个汉语啊，用呢个拼音文字啊，啊系啊，系嘛、啊，去中国化。人哋去 Vex Bar 去查越南间谍案，你竟然就屈人哋汤蛇，系咪？141嗰啲亦都根本上，我觉得啊，资料不尽不实，我觉得，嗯，系咪？吹几多钱，汤蛇几多钱呢啲，我觉得不尽不实，所以我哋唔可以，我哋呢个节目唔可以传播 Anthony， 我警告你，唔可以传播呢啲假消息。啊，真系噶，对住另一读噶咋吓？啊，再读埋出嚟，你睇下仲有咩？啊，冇啦，咪咁佢咪话咯，即系其实佢就话至于阿蔡展鹏光顾该按摩场所嘅次数，当时做紧乜嘢，今日交代嗰个王维咧就话系调查范围之一，细节就不便透露啦。咪咁佢几时复职啫？系咪先？咁你又排除咗噶嘛？不涉色情服务点解要停职？排除晒噶嘛？系咯，你排除晒啦，系咯。咁人哋上去，如果我当你一系就查呢个越南杀手、越南间谍真是腰骨痛，咁点解嗰个墙嗰、那个无牌佢唔知噶嘛？系咪先？佢无辜噶喎、哦，咁你而家咁样毁佢个政治前途、哦？系啊，喂，以后大佬好简单噶、啊。
阿陳克勤仲比較有戰線索嘅，佢除咗話嗱呢一個外國勢力啦，牽涉外國勢力，而家我哋知道啦，佢話敏感度不足。嗱，敏感度不足呢樣嘢點解咧？係嘛？有啲人就係話係嘛？係咪因為嗰度敏感度不足係嘛？咁所以要自己走去。我都諗到你，諗到你實係咁講。唉，有兩樣。我就唔明阿陳克勤點解知道佢敏感度不足啊？我就係咯，喂大佬，呢啲技師先知嘅啫喎，你幫佢揼過咩？係啦，係嘛？陳克勤係咪？咁啊，我諗佢就梗係即係其實啊，就話啊。蔡展鹏就好人一个嚟嘅，唔知道嗰间嘢系一成一四一嗰边咧就挂牌嘅，系咪？咁佢个人咧就其实就非常之即系纯情啦。佢下面佢有冇卖广告噶？下面人哋做咩嘅啫？做窝贴嘅啫，系嘛？唔通佢知道一啲密码系嘛？窝贴大王入边系咪即系有啲乜嘢啊？系咪隔篱个牌里面即系有啲其他密码？嗰系咪私斗嚟噶？冇理由啊，系咪先？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敏感度不足又係大鑊嘅。如果我覺得佢唔係絕對，我唔贊成佢敏感度不足。你問我 why 點解越南菜唔識講廣東話，冇人認得我。哦，係咪先？喂，陀地北姑好 ，what if 認得我咁點啊？係越南菜北漏道拉邊度識啫？係係咪？所以唔算係敏感度不足嘅，我覺得。他在那方面的敏感度是相当高的，我觉得。是。我赞成陈克勤讲外国势力的这件事，因为美越的关系呢，在奥巴马访华之后呢，在奥巴马访越之后呢，跟着这个自杀的名厨 Anthony Bourdain 又访问越南。所以我觉得呢，基本上越南和美国的这个政治上是成为他最坚实的盟友，取代了新加坡，在东盟。是。取代了新加坡。而越南这个马前卒是继印度、日本、澳洲之后第五个国家有可能加入这个印太围堵中共。是。我觉得我们不如做个 petition 要求快点复职啦，喂。是。online petition。但零一他上个礼拜就是说。处分更强啊，我觉得。是，我但咁讲啊，又系神又鬼啊，即系呢，唔系神又系佢，鬼又系佢啊。零一上个礼拜已经判停咗噶啦嘛，阿蔡展鹏复职无望噶嘛，系咪？你记唔记得啊？因为知零一咪就系因为知道系 Vespa 咯。哦，即系佢一早知道挤佢牙膏，系咪咁啊？系啊，咪复职无望咯。如果唔系点判断？喂，我想话，如果我呢个盲人腰骨按摩，真系啊，好似嗰啲 Speed Hong Kong 咁讲啊，真系做腰骨按摩。因为工作劳损由生蛇生到上眼，根本就不会停职，我觉得是吗？根本就不会停职。好了，现在落镬的，将它落镬的是什么呢？就是要 cut loss， 我觉得是将国安执法部门 cut loss 指示，而背后的是中共。我一路的看法都是能够将蔡展鹏落镬的只有中共，但是中共落镬得来，他又想淡化件事，不想令到国安污名化，这个就是他两难，既要也要还要了。所以 that's why 有谢伟俊，有这个陈克勤出来为这件事票发 water down， 就是这样的原因了。你想想南华早报和零一，你看手指毛你就知道了。是。如果你说调查报道陶辉，我先头以为西九龙是陶辉外国势力，原来不是。现在喂，现在是 总部隔离，现在原来是港岛区湾仔区指挥官，系嘛？总部隔离，可能随时查牌嗰条友一见到就即刻打电话上去总部，肯定系啊！你咁近，嗯，系嘛？谭神道同呢个 HQ 几近啫？即刻打翻去总部，即系话当时嚟讲 report 咗呢个 case 之后咧，其实究竟之后点样处理，出现咗一个 split， 一个好大嘅分歧。能够坚持将他落镬的不会是邓炳强。我上次我都讲过，如果 你听下，如果这个蔡处长是能够自己揞1000元出来或者2000元出来去一个冇牌的斜骨场揼正骨，这个情操是几咁高尚，为了自己的執行职务。对，他不是他不是 SuperS 那些啊。又冇蘇巴士，遇到茶牌硬食喎，大佬。係喎，大佬真係好人啊！大佬呢個雷鋒嚟嘅，你問我焦裕禄，就係咯，仲勁過李伯全，特區姚文，呢個叫特區焦裕禄，你問我。清官嚟嘅呢個係。
海瑞式的清官，我再讲一次，加埋几多钱嘛？$800至$900啦，即系如果系打飞机就$900啦，即系正价就$800啦。我估好似再加多200就系$1,100就两套服务。好啦，啊全套系嘛？系啊，$1,100自己揞$1,100出嚟，去一个冇牌嘅斜骨场揼正骨。嗯，哇系喎，呢个真系好难得喎、啊。系嘛？你专登，你去咩啊？即系你等住去泰国赛，你叫佢爬咁样样，呢、這个都好难喎、啊，系嘛？你都喂，你谂嘅，我哋头先谂嗰啲嘅关公大战外星人，我明啦。阿林郑讲嗰啲强人所难，咪就系咁解咯。咁咩？呢啲咪就系强人所难啊！大佬，人哋就明明做斜骨嘅，你叫人哋做正骨，我觉得啊。系嘛？喂，阿蔡展鹏啊，直情系耶稣啦，大佬想道你向善，系嘛？知道你系做呢行嘢啊，但系唔得，我就系要我用我自己嘅方法，系嘛？道你行正道。嗱，阿 Anthony， 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呢个系属于特区搜查官系列嚟嘅，真系。系。蔡展鹏根本就系一位秘密搜查官。系。你留意一下。在秘密搜查官系列里面基本上他们都是一面正义的嘛。但是最终是入到这个邪斗淫月里面他们都坚持不屈的嘛。是不是为什么感动到万千的这个大陆的 AV 粉丝呢？直情是耶稣上试探山这样啦。不是咯。搜查官就是这样的嘛，你的本质就是很正义的嘛。就算几个人围着你的时候砌紧的时候都要 一面露啤住他们。是啦，就是等于阿边阿唐僧系嘛，深入呢个蜘蛛咩咩呢个咩呢个蜘蛛穴啊定乜 Q 嘢啊系嘛，即系俾嗰啲有试探系嘛？唔系啊，佢系直情搜查官系深陷呢个淫窟都好咯，系凌辱紧，佢都要露啤住佢哋噶嘛，系露啤佢眼神，眼神制敌，眼神啊，系啊，都要眼神制敌噶嘛。咁你谂下啦，呢个蔡搜查官。去为国家去刺探呢个美越之间嘅关系，而牺牲自己喺淫窟里边，系俾蜘蛛精围住，都要露啤佢哋。其实就系练功，想佛祖查牌，佛祖唔会自己亲自查牌啊嘛，大佬。佛祖派二郎神，唔系咯，输尊降贵啫。派唔系佛祖派哮天犬去查牌，系嗱。系嘛？佢要知道自己啦，咬住唐僧唔放，唔缩佢，佢都唔话俾哮天犬听，我系唐僧。你谂下国家用人之际，系喺国家用人之际，系咪先？系嘛？你话呢啲咁嘅人才，你咁样糟蹋？系咯，143,000,000人绝不允许。嗯，直情俾翻张 shirt 佢啦。我觉得阿林郑要颁过另一张 shirt 俾佢啊，系嘛？佢嗰张已经过期啦，已经系啊。我觉得呢个警察加许仲叫做要 create 新一个、啊、新一张添。系、啊、叫警队唐三藏呢、這个叫做系。系啊，系啊。警队唐三藏，我冇好加盐加醋，唔好话我做假新闻，我只系将呢个重案组嘅记者会嘅总警司嘅讲法，古 Sir 嘅讲法，再到啊呢个 PK 等嘅讲法，再陈克勤，再加谢伟俊，再加零一，再加南华早报，全部都系红色资源嚟嘅，信得过单位，系将佢哋每一个人所讲嘅嘢组织起上嚟，就达到我今日嘅结论啦。系你话荒唔荒诞呢？你话荒唔荒谬啊？仲有啊，李家超乜都唔敢讲，嗯，系嘛？咁你即系话你有先入为主啊，闹翻闹个记者啊，嗯，系嘛？你自己有个判断先啦，咁样系啊。你一个人嘅心其实都有判断噶啦，我觉得呢种特区警、香港警察、香港特区警察唐三藏呢、這个躲就甩唔到噶啦，我觉得。哦，喂，你问我真系不足就咩意思啦？吓，即系原来就系坐怀不乱啊嘛，咪叫敏感度不足咯。咁啊系，可能系啊，但系冇办法噶。我觉得呢、這个大家唔好污蔑佢。我觉得我要帮佢证明平反啊！而家叫做帮阿蔡 Sir 平反，快啲复职。如果唔系14亿人民绝不允许。
系咪啊？自己用食饭时间揞钱去无牌斜骨墙揼正骨，你话一啲咩人？接受挑战，接受引诱，系嘛？就犹如耶稣上试探山，系嘛？唔系呢个直情系特区矛盾大对决嘅主角添啦。系嘛？佢终于挨过咗呢个试炼，结果俾哮天犬咬到。系佢日含冤受屈之余，唔去苏帕士，唔去叫个散仔大汉，然后翻到警总俾人奚落。系啊，嗰种歧视，嗰种歧视嘅眼神，大家上惯141。啊，系嘛？大家上惯141。哇！你喺政治部咁耐，道貌岸然，卢伟聪当你契仔。總在警總裏面，警總裏面得罪不少人，因為這個是懲治單位的阿頭，是特區1997年之後懲治單位由盧偉聰悉心栽培的懲治單位的頭目，是即是劉建明督察，在警隊裏面自然會多仇口，你看到的整個重案組都不妥他的嘛，在這樣的情況受屈到現在人家一句聲都沒有出過，即是搜查官被人毒打，被人落藥，被同事蒙陷，是不是说他去揼斜骨，到现在一句声都没出过。嗯。那你想想这些人才，其实是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我撤回对梁振英的支持，我支持他选特首的现在。那就当然了。还有就好像不知道之前是不是01还是全定什么，总之有报道，不记得谁了，好像是01。说他原本他说他自己递了辞职信。这么伟大。唔俾辭咧，梗係點到你辭啊？係要自絕於人民噶嘛？啊，喂，係要由個黨開除你噶，唔可以你自絕於人民，唔係講你自己自絕於人民啊！啊，係冇得退黨噶，係由個黨開除你黨籍噶嘛？係，係乜？所以你話呢個唔係高捷呢、這個風高亮節高二嘅代表，香港人心浮動。正如國務院徐邪辦的致香港電影界和熱愛香港電影市民的公開信裏面講到，人心脆弱，經過咁多年的黑暴的虐待施虐，而家特區政府竟然出了一個特區招魚錄咁樣的正面人物，而你班友竟然繼續喺度嘲笑佢啦，網上很多人嘲笑佢噶，我哋呢一集錄低佢啊，第二時，如果有人用國安法告我哋，我哋要拿出嚟澄清啊，準備呈堂去澄清啊，真係要。我哋熱烈擁護特區國安公署，處長，係咪遭受呢個不合理嘅政治蒙陷？謝偉俊話只係過馬路咁小事，衝紅燈咁小事，我唔知佢有冇，我唔知阿骨喺骨牆有冇衝紅燈啦呢件事，我唔知啊。骨牆咁，但係咧，紅燈要俾利是嘅喎。總之咧，我就係知道成件事就係有外國勢力喺度，啊，成件事有外國勢力喺度，呢個陳克勤講嘅。亦都是建制派里面的核心人物，民建联高层，系嘛？两样嘢加埋，再加埋重案组警司而家帮佢澄清，之前邓炳强唔肯帮佢澄清，系嘛？话佢不涉色情服务。嗯，好啦，而家证明是一个坐怀不乱、唐三藏式的人物，口中重念两个维护、四个自信，而最终挨过咗蜘蛛精的诱惑。系，系嘛？仲要系越南蜘蛛精的诱惑。我觉得甚至他可能在越南的特工里面套回对方的情报回来。嗯，是啊，叫林郑访问他，叫蔡常面面观。是啊，啱啊，有人提议就是说香港电台要开一部叫蔡常面面观。是啊。是啦。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由蔡常亲自讲回这个美越关系怎样亡我之心不死。而他自己当一个秘密搜查官的时候怎样心入虎穴，我觉得现在你电影界没有题材，应该拿来翻拍做纪录片的嘛。就是这个做人物传记，人物传记这个是。但是我觉得香港电影业就很堕落的，他一定会将蔡 Sir 改做一个 Madam， 那就不行了，我觉得。将蔡 Sir 的角色换成一个 Madam 这样去做这个剧本，我觉得就不行。演绎不到那种。特区唐三藏的精神就变成秘密搜查官了。如果转了 Madam 的话就。嗯。但很少用男性的嘛，秘密搜查官好像没用了，没用过男性的好像是吗？没主要都是。是啊，还要穿紧身衫的嘛。皮裙啊那些，我不知道蔡常是不是穿皮裤进去呢当日。是啊，一条拉链这样拉开的嘛。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哎，你又扮嘢了又。是吗？
好啦，嗱呢个嘅花生指数就再向上升啦，因为每一个大话咧都会变成下一个崩溃嘅呢个呢、这个嘅即系台阶嚟嘅。用大陆嘅讲法，方言讲得越多咧，越成件事咧嗰、那个荒谬性越彰显，因为每一 part 嘅人都讲紧大话嗰阵时，将所有呢个大话组合埋一齐，因为佢冇一个 mastermind 嘅剧本喺度，咁、于是咧就会变成而家。秘密搜查官呢个咁嘅状况啦，咁嗱，我想问 Anthony， 你觉得佢会唔会落镬咧？最终，我觉得而家好尴尬喎，大佬，即系而家进退两难喎。咁你去到一边嗱，即系好简单啫嘛，你可以点啫？嗱，你而家你究竟逢复职先？你唔好话人哋无中生有，唔好话人哋屈你啦。你含呢、這个，你含你令到嗱零一已经讲咗，你系唔可以复职噶啦。如果零一知道很清楚的，如果你俾佢復職，佢我谂佢攞埋片出嚟添，系咯，两因为嗰支牙膏嚟噶嘛，支牙膏嚟噶嘛。如果你知道、啊、当初一路我以为喺佐敦，俾人误导、啊，原来喺湾仔潭神道呢个 V S 吧咁近添，十分钟嘅路程咋？我啱啱 check 个咁冇嘅，啊，完之后脚软嘅咪行翻去，唔使搭车都 OK 嘅都。唔使噶，虽然嗰度有电车搭咋，唔会你又傻啦，搭 A.M 车噶嘛？啊 ，A.M 车唔得，太明显啦。喂，大佬啊，你就话搜查官喎，边有搜查官搭 A.M 车噶，大佬啊？嗱，我又唔同意你啦，你唔好挑战我，我搭 A.M 车多过你，好简单。A.M 车停喺下边，跟住话俾你听，诶、哎，我嚟食呢个食锅贴，食咩话？食锅贴啫嘛，啊。我直情我去之前同个司机讲定十二点半，唔系1:45，我食完锅贴出嚟喺门口接我咪得咯。喂，系喎，喂，即系之前你话去咩佐敦啊？佐敦系咪买球拍嗰单嘢系嘛？佢又跟人哋上去买打羽毛球拍，而家得，而家有新嘅暗号啊！我跟蔡 Sir 上嚟食锅贴嘅，有冇接头先？以后有冇接头先？因为 A.M 车嗱，记住，我唔系讲笑。A.M 车个司机有 logbook 嘅，嗰本 logbook 要写明佢去边嘅，而嗰本 logbook 唔系归警务处管嘅，系一个卡铺嚟嘅，系一个卡铺。我唔知啊，处长而家呢个 level 有冇自己私人飞机？唔系飞机，私人司机，即系净系 one-on-one 嘅，净系揸佢嘅车。我知道局长先有嘅啫，佢呢啲助理处长级系卡铺嘅话，如果坐 A.M 车嘅话，佢嗰本 logbook 行政处会有噶嘛？所以我话做情治单位嘅人好聪明嘅，你只要加埋晒呢啲 detail， 你就知道。老老实实，你食咗几多次锅贴，系嘛？你呃唔到人嘅，啊，系啊，你话吓，而家先知啫，但系之前唔知噶嘛。之后你睇翻 A.M 车个 logbook， 咪知道食咗几多次锅贴。面嗰阵就系食锅贴，实质系食呢个越南菜。如果佢系高级搜查官嘅话，佢连 A.M 车都唔用，佢行电车都唔电车都唔搭。所以先至会选择拣喺警总附近，因为佢会选择行路啊，系行路啊，正啊，系啊，咪有啲搭 A.M 车啫，都唔会嘅，谂过都系唔会搭 A.M 车，咁梗系啦，选择大佬啊，喂，咁所以我就系话啦，呢啲冇黑布、冇立法会拉布、冇毒果、冇假新闻，乜都冇噶。零一南华早报真新闻，我绝对相信，系嘛？第二。他哋符合呢個國務院徐邪辦嘅精神，鼓吹正能量。一個咁正能量嘅人物，喺特區受到不公平嘅政治對待同埋陷害，呢筆帳唔好話14亿3000万人決不允許啊！我哋兩個都決不允許發生啦。係啊，係啊，係咪先？即係你表面睇埋去一個特區唐三藏，點知攞警察加佢撞啊？呢個特區唐三藏，特區警察唐三藏，而家俾人咁樣蒙陷，即刻流嘢班。即刻漏嘢补翻个大紫荆啦，林郑。我谂乜紫荆啊？要超级大紫荆啦，系嘛？红咪就系咯，要整个。唉，喂，大佬，佛祖派哮天犬嚟唔 show pass 呢下，唔系个个顶得住噶，你知唔知啊？系咪先？边个人喺咁嘅 moment 唔会慌乱，唔会担心俾总司令误会自己去揼邪骨咧？每一个人正常嘅人都会 show pass。叫手足合开，系咯，系咪？因为一慌乱，哎呀死啦！瓜田李下，我实俾人以为我嚟揾越南妹揼邪骨啦，咁样一再谂，其实我嚟，哎呀死啦！其实咁多手足上141，嗯，
其实我只不过是上来吃借虾的啫。咁呢个又未免，我觉得过分咗啲。即系你听落去，你嗱，如果你去一个无牌嘅斜骨场去食借虾，你扣唔到个关系啊嘛。呢个真系强人所难，呢个真系。去无牌嘅斜骨场，虽然佢安排嘅技师有汤蛇服务，但系我坚持要揼正骨。而家阿古 Sir 嘅讲法就系咁啊嘛。嗯。嗱，咁你仲可以有得拗啊嘛？好啦，法庭就会话。或者阿袁志伟，唔系袁志伟，而家叫做咩啊？黎瑞光就会话：，咁你知唔知道你系咪阿蔡 Sir 嗰个里边嗰条虫先？系啊，肚里面嗰条虫啊，唔系肚里边，另外一条虫，即系背脊嗰条，系咯，背脊嗰条蛇啊，系啦，你唔系佢条虫嘅话，你又点知佢唔系揼正骨咧？就算安排嘅系妓女卖淫嘅妓女都好，越南籍嘅卖淫妓女都好。你点知佢唔系喺呢个按摩场上边坚决阻止呢个妓女嘅服务咧？即使全个场都系妓女，好明显啦。而家讲法就系咁啦。系，咪就系要导人向善咯。咪即系呢个咪就系咩咯？即系我觉得佢而家真系诶，佢一体两面啊。一边咧就系呢一个咩啊？一边就系唐三藏，另一边就系耶稣嚟嘅，根本就系圣人嚟嘅，系嘛？仲要道理向善添。系嘛？强人所难，人哋你边度有力嘅啫？讲真，即系你斜骨，你边度有力去揼你啲骨啊，大佬啊！呢啲咪强人所难咯、啊。曹总，你又唔可以以己度人啊？系咪先？系嘛？或者人哋一场两制咧？啊哦，系嘛？随时有一个拖地嘅大婶突然间入嚟，一脚拱开呢个越南籍嘅美女技师，就由啱啱洗完厕所嗰个大婶落嚟帮捻腰骨咧？是一定安排到的，你问我过几月找老林都找到了、总会安排到这些技师出来访问，当日我是服务他那个，为什么没有的呢、有的话应该出来了，当日蔡 Sir 进来的话、就只是叫我捻腰骨，因为他说生到上眼，腰骨很痛、那就只是那一个钟，只是帮他按住腰骨那两个穴位，那就行了、是吧？坦白说零一出来就没得掹的了，你问我是要他死的了、其实。是啊。不是，但是这样说，如果你要他死的话，你不割席啦，那你就是会蔓延开去的。是吧？你现在很明显判断的嘛，会有人。你是不是会是即是邓炳强你要做决定，你是不是要割席先？你不割席就等于护短的嘛。是不是？明白，这个就是因为他亦都要。既要也要还要，就是他要淡化件事嘛，他要淡化件事，他不要付出那个国安公署国安法到国安警的阿头国安处长的政治代价，但是解雇他，但这个世界有没有那么完美呢？是吧？那么完美呢就很困难了。那么今集时间就要早少少结束了，因为都天光，我们这边呢就大家继续留意一下这个、特区唐三藏和这个秘密搜查官的。所以我上一个礼拜都预言是会有下集。现在这个中集而已，未到大结局的。是慢慢切了，难搞。我想可能会交给南华早报去爆。是吧？大脚斩埋去这个、南华早报那边，由他来入笼呢？这个叫做红色传媒撞墙式渗入。是啊。由南华早报右攻左嘅就系呢个嘅，中联办左攻右嘅就系呢个特区。而家你见到，而家咧就将个波交俾呢个南组，南组再传俾呢个0101，再弹翻俾南组入网咁样。系啦，咁留意下个礼拜。你反而见到苹果日报，其实系喺后场嗰度，成日喺度食花生嘅，纯粹系。冇啦，苹果冇啦，冇晒独家而家，因为内爆啊，而家建制内爆啊，建制大爆炸。权力重组，有排啊！就算唔封苹果，苹果都唔会再有独家新闻噶啦。咁啊，节目结束之前咧，就要讲一讲。咁咧，因为咧，我哋咧就喺技安的未来世界咧，我哋就分开咗两个节目，一 part 咧就系讲技术性嘅嘢，就叫做 Yolo 街。咁另外一 part 就系技安的未来世界，就系讲科技与社会 macro 啲嘅发展咁样。就因为唔想啲观众捞埋一齐，因为好技术性嘅嘢，一般人兴趣或者唔明。咁但系讲大趋势嗰啲咧，就系技术性嘅 I T 人咧，就觉得唔关事咁样。咁所以咧就而家分开咗两个节目。
咁分開咗之後咧，我哋咧就因為而家 Twitter 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 Space 嘅 function， 就可以好似 Clubhouse 咁樣喺嗰度咧，就係、是、有一個嘅live 嘅一個 event、一個 Clubhouse 咁樣嘅audio 嘅聚會咁樣。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喺呢個科技嘅討論裏邊咧，因為呢啲嘅 audio 嘅聚會咧係好適合討論科技題目嘅。咁而家咧就我哋有阿 Bonnie 啦，主持人啦，就阿高松健啦。就是一個亦都係喺區塊鏈裏邊一個好資深嘅一個研究又好，亦都係一個喺呢方面嘅一個參與者啦咁樣。咁就仲有我哋城寨，咁就三個 Twitter，